耶、yeah! 今天的主角就是 Kamen Rider Gitz 第十集里面那个使用的 Beats Rice Bucket。 先从包装开始讲，颜色呢是使用了和 Bucket 一致的蓝色、白色、粉红色。盒子里面只有两个道具，黑带金的 Nago Core ID 还有主角 Beats Rice Bucket。 其实这个颜色的分配有让这个 Bucket 带一点塑胶味，可是按钮却有惊喜感，因为这个 Bucket 呢有五个按钮，两个黑色按钮是有重复性的音效，接下来三个白色按钮的音效都是不同的。Beats Rice Bucket 呢，它是要佩戴电池使用的。讲真的，当拿下 Bucket 的时候都会按到按钮，所以真的会觉得有点小麻烦。但是最后的最后，我发现到这个 DJ 的真 Right， 它变身后是不是变成了麦克风？可以算了，我们来 Hand。こいつを借りるぞ。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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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